大家好，我是 Peggy 聲聲啊，今天跟大家示范的就是这个日式油炸豆腐 Pizza 啦。用这个油炸豆腐来代替这个 Pizza 皮呢， GI 值没那么高，如果深夜忍不住想吃些东西都没那么醉究啦，是不是？首先呢，就将这个油豆腐呢铺定在这个焗炉板上面先啦，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你喜欢的材料啦。好啦，跟住呢就撚上呢一个呢焗炉芝士。跟住呢就係咁以撚啲胡椒粉。跟住呢就将佢放入焗炉呢焗到金黄色呢就收得工啦，梗係啲芝士最紧要溶啦。咁冇得输，一定好食。煙肉又香，青椒又正，最紧要低 GI 啊嘛，系咪健康啊？